欸，很想吃哎、欸，要不要试试看？不用。做完，还有他们，餐桌完，啊，完全不够。小孩子很专心，这个叫做阿基米特啊，叫疯狂科学家的桌游，疯狂科学家。然后他们现在在倒那里面的球，不可以用手，然后最快完成跟爬牌上面一样的颜色，我胜。阿、啊、基，什么鬼？哎、欸，你们太快了吧！我想说移一下桌子，没关系，他还没输呢。别加油啊！盖好！我来不及反应哎！哦，感觉都来了吗？哦，反败为胜哦！哦，啊！只会按而已，不会拍是怎样？哎呀，好烦哦！哎，然后剩两张而已。快输了，让他输好不好？哦，超越，超越！干嘛按到了？哎、欸，我不用按了，是说按这个会痛。哎、欸，我先吧，哦。好。你有没有在参加？你有跟我想说我不用了？那是局外了。你好像没在玩呢。问你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快点！都有最后一名了，没了。他好像里面一个选一个，还好是吗？是我们选一个吧？反败为胜呢。哎，所以是要让他们再 PK 吗？还是怎样？不是，你抽一个，抽一个，你抽一个吧，他们抽一个，然后我们可以选其中，只要出题。大冒险，你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谁啊？要他对啊？他要被处罚。大冒险，那就有什么啊？就去亲阿茂的脸颊一下吧。好恶心哦！好想看，想看，来，我要录影。真心话大冒险，现在是什么？处罚，喂！处罚大冒险，处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那么开心？要处罚，要处罚，因为看手机。不行，要让你们亲一下。哦，所以你在，所以你在讲你们班的同学吧？他们在玩德国心脏病，然后桌面上五颗就要按，然后牌全部出完的，就是最后一名。我好准啊，好准。
那一路一路一路，那一路一路，都出了。我干了，妈！他真的是塞五一啊！塞。答。哎，我讲。三根香蕉。答吗？不答。干嘛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。哎。你看，当然是这样输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太来嗨去，来过来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换你。我的呀！哈哈！我旁边。你放好了。哈哈！你把它发了。没有。哦，没有。而且这次获胜就很多了。离开啦！我都是欢迎你呢。哦，只换你。要拍吗？不拍。要拍吗？不拍。拍。不拍。有人排放那么远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而且越越多人越难，因为他桌面上太多张了。现在还好，三个我觉得还比较简单一点。最多张的，对，最多张的。阿伯一样，来了，MC，MC。慢点。耶！终于输了，所以这样子，自由出题，自由出题，那就交给两个获胜的出题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出什么，自由出题，真心话或大冒险啊，真心话大冒险啊，你要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，真心话，真心话，我跨美了，我还大冒险呢。好，真心话什么真心话呢？大冒险。你要一起想啊！大冒险。对，然后想我们阿茂是什么？先高桥叔叔一下。我赢了，你输家哎！不要搞我，人家是他惩罚哎。对啊，叫我被我是我被踩惩罚哎。我要问哪个人？快！再来一个，踢不败。缺点吗？等一下，我已经在哭了。你讲啊，你讲啊。妈妈已经在哭了，快讲啊！妈妈很想停下。妈妈，感觉过分了。流出眼泪。还有小布啊。这算是缺点就对了。缺点就对了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他有活过今晚吗？可以。